뜨겁다. 太香了，烧皮。 这烧味，酸菜。 这个肉特别新鲜啊，而且它这个龙虾味，它个头挺大的，特别新鲜啊。 它这个肉质很 Q 弹，味道是那种麻辣鲜香的口感。 你看新鲜的龙虾尾，它做出来都是弯钩的，如果是直的那种，它就是不新鲜的。
而且如果不新鲜的话它也不好脱壳。椒麻大杂烩呀，姐妹们，咱们家的新品太好吃了，是不是好多姐妹都收到了？里边有六种食材，五谷鸭爪，然后贡菜，三点五，鸡脚筋，鸡爪子，鸡胗。我特别爱吃贡菜，宿舍给你们也放了，你们应该也会吃，爱吃的。啥部分？你小心。大鸭爪这都被我挑吃没了。五谷鸡爪自疗家的500克赠200克。
吃鸡蛋了啊。这个是泡椒河粉，然后我放在咱家那个丈母娘酱。其实这泡椒河粉里边就是辣的，但是我再放一点辣椒油，瞅着有点食欲，要不然那个泡椒河粉是白色的。哎呀，好几天没吃鸡蛋了，拍个封面啊。好嘞，每次拍完封面也不用。这泡椒河粉还挺辣，等我摄像头往上点啊，就是泡椒的那种辣。烫手了，孩子一放假拍视频不方便了，他老让我那俩一起吃饭。今天让我跟他陪他。刚才那个视频拍一半不让我拍了，一会儿下一个他一起吃吧。好，来烤肠，还没吃咋劲儿呢，加肉肠啊，肉特别多，胖。嗯，全是肉。吃一半，强行关门。烤肠含肉量特别高，而且还特别紧致，嗯，咬起来就会淀粉少，不是那种就是一咬面个兜的那种。可以空气炸锅炸，油炸、煎、烤、涮都可以，炒菜也行。嗯，他们好。才能对的。
馅饼。